所以啊，我们呢，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觉悟。如果啊，起心动念还有个我，就是我的利益，这个有这个我啊，就有思念，我们说就会自私自利呀，起心动念呢，想到是自己的利益，就没有顾及到别人的利益，那么菩萨成正觉以后啊。完全没有了自私自利，他起心动念呢，只想到一切众生，帮助众生啊觉悟，这才能称啊菩萨。那么这里菩萨的名号里面呢，举出啊四个，第一位呢是文殊师利。他称为法王子，法王子呢，这就是啊一个很尊重的称呼，因为啊佛是法王，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呢，他继承啊如来的事业，他弘法利生啊，所以称为法王子。那么文殊师利这个名号。是梵文，翻译成中国的意思呢，在八十华严里头翻成妙德，也翻作呢妙吉祥，那么中国的五台山呢是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那么这位菩萨在众菩萨当中啊是智慧第一的，就像舍利佛在声闻众里面呢，是智慧第一。你看看，学习这个法门呢，真的要智慧第一的人呢，才能够直下承担啊。因此，在这个列举听众的声闻众里头。菩萨众里面都把智慧第一的摆在首位，这个意思啊很深啊。这个净土法门啊被称为是难信之法，甚深难信啊。不是这个智慧第一啊就不可能啊深解意趣，所以相信很难啊。所以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讲，非勇猛实志啊，不能正解净土法门。这一句话说得好，不是说勇猛真实的智慧。你就不可能证实明了净土法门，所以净土法门真正叫不可思议的法门。那么文殊师利菩萨，我们在华严经上啊看到了，他也是啊发愿求生净土的。好，那么第二位菩萨呢？是阿逸多菩萨，阿逸多菩萨就是弥勒菩萨。那么有的人说弥勒菩萨，弥勒是他的姓，阿逸多是他的名，也有的人说呢，阿逸多是姓，弥勒是名，所以不管是哪个是名，哪个是姓，那么这个不重要，我们也不必去分别执着。那么在中国呢，我们就习惯称他为弥勒菩萨。那么在印度当时呢，叫阿育多的有很多。阿育多他是个梵语，梵语。翻译成中国的意思呢，叫无能胜。
是因为这位大菩萨呀，他的智慧啊，他的慈悲，没有人呐能够超过他啊，他的慈悲呀无能胜。那么他的慈悲是真诚的慈悲啊，清净的慈悲，平等的慈悲。这个慈悲心呐，尽虚空遍法界啊，所以中国人都称他为慈氏菩萨啊，他叫慈悲第一呀。啊，文殊菩萨是智慧第一呀。那么在中国啊，弥勒菩萨的形象啊，是在寺院里面呢，我们都常常啊看到，在天王殿里面呢，啊，你走进山门，第一个看到的形象就是弥勒菩萨，啊，他是大肚子弥勒佛，啊，所以我们叫他布袋和尚。那么古德有两句话赞叹他，是生平等心，现喜悦相。那么这两句话教导我们，要进入佛门呐，要学习什么呢？对待一切众生啊，要生平等心呐。对待一切众生啊，要欢喜啊。我们经常讲的要有爱心呐。那么这个爱心是真诚的、清净的、平等的，啊，它是智慧的。所以在佛家里啊，把它称为慈悲。那么弥勒菩萨在这里啊，表法的意思啊也很深，因为弥勒菩萨是一生补处啊，他是补处菩萨。这是因为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里面，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弥勒菩萨将来啊成佛啊，他是第五尊佛。那么现在呢，他居住在啊兜率内院，是作为补处佛啊，我们说他是后补佛啊，将来要补佛位的啊。那么这个兜率内院呢，兜率就是兜率天。中文的意思呢叫知足天。那为什么他要居住在知足天呢？实际上所有的补处菩萨都是住在兜率内院都在知足天。为什么呢？因为呀，只有知足才能够成佛不知足啊就不能成佛。所以知足的人他是没有求。那么弥勒菩萨在这里呢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啊这个净土法门。如果你能够修学，就好像呢补处菩萨。那这个可不得了。你要直下承担呢，真的，你修学净土法门呐，这一生呢，就活着往生了，不是死了以后往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啊，就一生成佛，所以那你不叫补处菩萨是什么呢？你这一生啊就成佛了，不是来生成佛的。好，下面我们看第三位菩萨呢，是前陀诃梯菩萨。这位菩萨名号啊，翻译成中国的意思是不休息，也就是他勇猛精进，
第四位菩萨叫常精进菩萨。那么你看看，两位菩萨所代表的是行门，真正是啊勇猛精进啊，不休息啊。这是讲啊，我们念佛要勇猛精进啊，这是行门啊。这个法门确实是啊，如《开经记》里面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清朝初年，彭济清居士说呀，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今天让我们遇到了，那遇到了之后啊，就要抓住机会呀！能信啊，切愿求生啊，勇猛精进的念佛，就不能够辜负了这一生啊！确实要把往生净土当做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办。那怎么能够办得好呢？印光大师啊，告诉我们了，说在现前这个时代，在什么样的道场修学最合适呢？这个他给我们指出的原则，要道场啊要小，注重啊最好不要超过20个人，道场人少。这个生活就容易维持，大家在一起志同道合，一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心地啊清净，对外呢，我们绝不化缘，也不搞金忏佛事，不传戒，每天的功课。就是像打佛七一样，常年的佛七，大家在一起啊，万缘放下，一心求生净土。那么一心念佛，这个我们师父上人呢，还在印祖的基础上呢，为我们加了一个科目，要听经。听经是专听经中的这个经论。为什么要听经呢？因为啊，这个要现在要求生净土我们的信愿啊不够坚定。所以啊，要通过呢听经把净土的理啊搞明白搞透彻。这样能够帮助你啊放下啊，帮助你呢断疑生信，坚定你的信愿啊，使你这一生啊保证能够成就所以在这道场里面注重啊少大家在一起就是听经念佛，心永远是定。下面我们来看天人众这是听众里的第三个段落，即释提桓因等无量诸天大众聚。释提桓因是梵语中国的意思呢是能为主就是他的智慧他的德行可以堪任大众的领导那么这位就是刀立天主
啊，中国人呢称他为是玉皇大帝。那么释提桓因他这位天主啊，他是护法啊，护持啊释迦牟尼佛啊，护持正法。那么下面有个等啊，等就是啊，包括啊，包括哪些呢？无量诸天啊，也就是啊，刀立天底下呢有个四方天，包括在内啊，上面呢还有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啊，这是属于欲界里头的。那么再上面还有色界天，还有无色界天啊，所以这无量诸天呢，也就包括了三界里面的所有的天众。那么底下讲的啊，这无量诸天呢，还有大众聚，这大众啊，那包括的范围就更大了。不仅包括天人，大众是包括六道的众生，啊，人道里头的，啊，修罗里头，啊，还有畜生、恶鬼、地狱道的，通通包括在里头。这些众生啊，都是净土法门所摄之机呀。啊，所以这个为我们显示啊，净土法门真的是三根普披啊！你要想这一生，真正离苦得乐啊，这一生想要真正成就，那么只有啊修学净土法门啊！啊，这所有的众生啊都是如此。那么这是讲的通序。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呢，这序分里的第二个段落是别序。我们把这经文呢念一下。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那么这一段呢，也是很不可思议的，很重要的啊，给我们呢介绍了三桩事情啊。第一个事情呢是这个佛啊，在大会上啊，告诉舍利弗啊，那么这个舍利弗啊，他是智慧第一的声闻弟子啊。前面讲的，唯有智慧第一呀，才能够承受啊、理解呀、这个法门啊。那么第一个这个事情啊，佛告诉舍利弗和我们这些大众，说从事西方啊，过十万亿个佛国土，有世界名曰极乐。你看这个有，讲的是非常的肯定啊，让我们一丝毫的怀疑啊都没有，确确实实有，有一个世界。啊，这是在西方啊，十万亿佛国土之外啊，名字叫做极乐世界。这是讲啊，依报庄严啊，在那个世界里头，众生啊，只有啊乐，没有苦。那么第二个事情呢，讲到其土有佛，号阿弥陀。这是讲正报的庄严，在那个国土里头啊，
教主啊，我们说啊，这个老师是谁呢？是阿弥陀佛。那么第三桩事情呢，是讲的事业庄严。你看，这是今现在说法啊，说法是事业。那么我们来看呢，这个世界名曰极乐。这个世界为什么叫做极乐世界？因为经上给我们讲，这世界的人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而且呢还有好的老师在教导，有阿弥陀佛做我们的老师啊，所以这些众生都是善根成熟的人啊，不像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头啊，在娑婆世界里面，你看释迦牟尼佛也教化众生啊，但是呢，众生是刚强难化了啊，而极乐世界的人呢，善根啊成熟啊，这是我们这个世界呀、比不上的地方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啊，是可以说是新兴的一个国度啊。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只有十劫啊。那么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它是个新成立的国家啊。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是一个古国了啊，这个年代古老啊啊，所以呢这个留下的毛病就很多啊，不容易改过来。极乐世界呢，它这个修学场所是阿弥陀佛新建造的啊。那么来的这些人民呢啊，从哪里来的呢？都是从十方佛国土移民过来的。那么阿弥陀佛啊，可以说啊，对这些移民呢、也是精挑细选呐、挑选的条件是什么呢？经上给我们说的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啊，得生彼国啊。所以啊，到了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啊，通通都是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啊，所以容易教化呀啊。那我们自己想想啊，我们想要往生极乐世界啊，自己有没有具备呀善根福德因缘？这个因缘这个事情呢比较好办啊，你已经遇到了啊，遇到了释迦牟尼佛为你说明啊这个净土法门啊，这个这一生呢啊，我们就有啊因缘呢可以得生净土啊。但是呢，善根福德这得靠自己修了啊，别人就帮不上忙了啊，这个老师帮不上忙，佛帮不上忙啊，只能是靠自己啊。那什么是善根呢？对这个法门呢能信能解，这是善根啊。你对这个经文啊，你能够看得懂，能够深信不疑，能够理解啊，这是你的善根啊。那什么是福德呢？福德是能行能正啊，就是你肯依教奉行啊，啊肯发愿求生净土，肯念佛啊。如果不肯念佛啊，不肯往生的，那就没有法子了。
你没福啊！啊，真正有福的，他肯去做啊！啊，所以善根福德你有了，遇到了善知识为你介绍这个法门呐，你能够真干了，你这一生决定成就。我们师父上人呐，这么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呀，介绍这个净土法门，啊，真的成就的人呐，很多很多啊。啊，我就遇到啊一个很殊胜的例子啊，啊，这是我啊十年前，1998年。当时我还在啊美国读博士，啊，亲近啊美国达拉斯净宗学会的道场，啊，那个道场每年呢会打两次佛七，啊，大佛七，啊，那我当时呢常常去，啊，就认识了一位啊马玉叶老菩萨，啊，80多岁，啊，这位老菩萨呢。啊，他三个女儿啊都在美国，啊，也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啊，都听啊师父上人讲经，啊，这马老菩萨听了师父讲这个净土法门呐，啊，就发愿往生净土，啊，而且发愿什么呢？在大佛期里面往生，啊，他要给大众啊做一个示现，啊，因为这位。老菩萨呢，啊，他没有什么文化，啊，他这个就想着很好的依教奉行啊，啊，在大众当中往生呢，为大众增强信心，以此来报恩，啊，报师父教诲之恩，啊，报三宝恩，啊，所以。那年1998年，啊，当时我记得是悟道法师啊在主持佛七的，啊，我那时才是25岁的小青年，啊，来参加佛七，啊，那么在念佛当中，好像念到第四天，啊，这个每次啊起香啊，大家绕佛以后啊就会坐下来。啊，念一段之后啊，再起来绕佛，啊，那么等大家坐下来以后，啊，那么当时我是坐在最前排，啊，老菩萨呢，那是女众啊，坐在对面，啊，那我呢，啊，知道啊，我看到他，这个老菩萨呢，在念佛啊，大家坐下来念佛的时候啊，念到一半呢，他就自己起来了。啊，向佛啊拜了三拜，啊，然后呢自己就静静的走出去外面。那我当时呢就看到他，啊，心里还打了个妄念，啊，想，哎，这老菩萨出去干什么呢？啊，那么结果呢，我们继续念佛，啊，念到后来呢又起来绕佛的时候，绕到了佛像的后面呢，就看到呢这位老菩萨已经坐在沙发上啊往生了。啊，穿着海青啊，啊，端坐在沙发上面，啊，念着阿弥陀佛的阿字，那嘴还张着呢，就往上了。啊，我们出来已经看到他走了，啊，非常的殊胜啊，啊，这个参加佛七当时有100多人，通通都受到感动，啊，真的，马老菩萨他发了愿呢，兑现了，他要在大佛七里面往生。84岁啊，啊，身体很好啊，啊，真的是啊，无疾而终啊，啊，安详往生。他这个往生前一天呢，还在那里啊，不断的绕佛，啊，身体好得很呢，啊，我还这个跟他说了好话呢，啊，结果第二天就走了，啊，走了以后。那全体参加佛七的人都给他助念了，
非常的庄严，住念了一天一夜，这个才打电话把他送到殡仪馆，结果呢，发现呢他全身柔软，头顶微热，连那些美国的警察来的时候看到，都非常惊叹呐，从来没见过人呐，走的那个面色表情这么安详，所以这个法门，我们看到真的，你只要真信、切愿、依教奉行，一定能取的。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给我们讲的最重要的，是两个有，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这是告诉我们要深信劝信的。这个世界名曰极乐呢，这是劝愿呢。这极乐世界这么好的地方，要发愿往生。其土有佛，佛号阿弥陀，这是劝行，劝你持名，持阿弥陀佛的名号，这是妙行所以你看看这一段经文，又讲到劝信、劝愿、劝行。所以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讲，净土法门三根普摄，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圆收圆超一切法门这样的话，藕益大师之前没人说过。藕益大师把它发明出来了，可以说是他的独到的见解让后人读了这个见解，真正产生坚定的信心这个法门绝代圆融，不可思议那么这是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因为中国的意思是无弥陀的意思是量，佛的意思是觉也就是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觉悟那么这是讲什么呢？是讲法性。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念法性这个念法性这就是讲我们无一法不觉宇宙里面万事万物无一法不觉这个觉遍虚空法界所以这个法门是绝代圆融完全就是华严境界那么阿弥陀佛这名号里面具足了三学三慧三学是戒定慧三慧是闻思修正如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个《无量寿经》的经本它的经题上面就为我们揭示你看看大乘无量寿是果德清净
平等觉，这个讲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啊，经文上特别说了，啊，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的德号。啊，那这个德号里面，你看看，清净是戒学，平等是定学。觉是慧学，所以这个名号里面呢，具足三学呀，三而一，一而三呐，这华严里讲的，一而多，多而一，一多不二啊，这是绝代圆融啊，华严经是。圆融的大法啊，那我们师父上人给我们说的很清楚，圆融大法最后的归宿是什么呢？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啊，也就是啊，《华严经》到最后啊，道归到哪里呀？道归到啊《无量寿经》，道归到《阿弥陀经》。道归极乐啊，所以呀，《无量寿经》和《弥陀经》啊，是《华严经》的总结呀，是华严的归宿啊，因此是圆收啊，圆超啊，一切法门呐，那么藕益大师说啊，这是甚深难信啊。一般人不能了解这个意思啊，所以他很难相信啊，总觉得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这么简单呢 谁不会念？那个三岁小孩也会念啊，对于这个名号里的奥妙，他不知道啊，他不了解。那么谁能真正透彻了解呢？经上说，唯佛与佛方能究竟。这个声闻菩萨都不能够了解。连等觉菩萨呀还不能够啊究竟圆满的理解呀。古人有个比喻啊，等觉菩萨是如隔罗望月隔着一个很薄很薄的丝绸丝织品望那个月亮确实看到呢挺清楚的但是还总隔了一层所以这个法门呢是难信之法呀很不容易相信的。那你今天相信了，你有福了你这一生啊，善根福德因缘就具足了你真肯干呐，你就决定往生那么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有几句话说阿弥续佛说法续法，现在海会续生这是讲啊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你看具足了佛法僧三宝这个三宝啊同一实相从此这是体呀 从这个体起信发愿。修行，这是讲的续分里面的中整部经的中就是信愿持名那这里都讲到了那么信愿行成这信愿行成就了必得往生见佛闻法
这是讲用啊，就是你得到什么样的功用呢？你得到的是往生见佛啊，闻法。那么，藕益大师也讲到，唯以佛界为所缘境，不杂于事，这是教相。那么这一段的文字啊，都非常的深刻啊，意思呢也讲得很周圆啊。那我们呢继续来看呢，下面是正中分这一大段里面啊，正中分分为啊三个中段啊，它是本经的主体啊。那么这一三大部分啊，这个正中分的三部分呢，我们把这个题目念一念。第一段呢是广成彼土依正妙果以起信。第二段是特劝众生因求往生以发愿。第三段是正是行者执持名号以立行。正中分也是讲信愿行。那我们呢来学习经文。那么要解里面呢给我们呢提示。这个第一个段是起信这部分。那么经文是舍利佛彼土何故名为极乐。那么这一段呢开始一直到呢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舍利佛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那么这一段呢是讲起信。要解里面为我们指出信愿持名是一经要旨。信愿为慧行，持名为行行。那么我们学习这个法门，要懂得这个法门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那就是信愿持名。信愿呢是慧行，是智慧。我们说的善根。那么持名呢是行啊，它是福福德。肯念佛的人呢就有福了。如果念佛念不下去的，那是没福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呢真正有大福德相的，他这一句阿弥陀佛一句接一句的念它不中断。那么这个福报是世间呢第一稀有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一生就决定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世间哪有什么福报能比得上他呢？人间的福比不上天上的福哪怕是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天王，他们的福报都不能跟他相比呀。为什么？这些天王他还是六道凡夫出不了六道那念佛的人就能出六道而且能出十法界，这一生就做佛了。
啊，所以真正觉悟的人，啊，怎么个干法呢？他对世间呐、啊、一切的名闻利养，一切的享受，他都放下了，他没有兴趣了，啊，他的兴趣就是啊，啊，每天呢念佛度日，啊，这是真正啊彻底觉悟的人。要解里面又说，得生与否啊，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呀，全由持名之深浅。啊，这一句啊，说的意思啊，太好了。他讲啊，一个人能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取决于他什么呢？有没有信愿啊？一个人的信愿踏实啊，对于净土真正相信啊，真正发愿，那么这个人呢、啊，他对于世间呢、啊，自然就看淡了啊，他自然就不去执着。把这世间看作什么呢？好像啊，在这里旅游的，啊，这个好像啊，出去外面住旅店，啊，去观光，啊，住上两天，就要走路了，啊，那这个住的地方好不好？哎，他都不放在心上，啊，跟我不相关呢，啊，我过两天就走了，这是真正放得下的。啊，所以许多人呢、啊，念佛想求生净土，啊，念了一辈子的佛都不能够往生，是什么原因呢？啊，信愿不足啊。嗯，可你看他，你说他不信吗？他也挺信的，啊，一天到晚呢，都挺虔诚的，啊，这个你说他不愿吗？啊，他也发愿呢，啊。这个一天到晚嘴里都挂着要求生净土啊，那为什么去不了呢？这因为啊，它夹杂啊，信愿里面呢、啊、夹杂着世缘放不下，心里面呢、啊、有牵挂啊，这个世间的儿孙呐、啊，啊，财产呐、啊。啊，这人事物啊，啊，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啊，所以临终的时候啊，都放不下呀。啊、所以这就是啊，李师公感叹的：一万个人念佛啊，真正往生的只有两三个人而已啊。啊，这两三个人是因为他们心里确实放下了。啊，那9990几个人呢？啊，他是啊，心里面放不下。啊，要知道啊，我们这一生遇到这个稀有难逢的法门呐、啊，这一生要真干呐、啊，往生净土啊，这就有把握啊。嗯，如果不肯认真努力，不肯真干，那么这一生又空过了啊！啊，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啊，一去不复还啊，那就太可惜了。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啊，认识到这个法门的殊胜啊，认识到啊。轮回的恐怖啊，就紧紧抓住机会啊，他就成就了。那么往生净土，信愿具足，就决定往生。那念佛呢？啊，这个品位啊，高下是全由持名之深浅。
极乐世界有四土三倍九品。那四土三倍九品取决于什么呢？善导大师讲，总在遇缘不同啊。那什么缘呢？偶遇大师给我们讲出来，全凭持名之深浅。持名深浅呐、这里讲的深浅啊，不是说多少啊，是你功夫的深浅啊。那么这个遇缘里面最重要的是遇到善知识啊，这里面讲了老师啊很重要啊，老师之外还有同学啊，同学也是啊很重要的缘啊，同参道友啊，在一起呢切磋琢磨。那么再其次是修学的环境啊，这个环境啊好，能够增长我们的道心啊，帮助我们呐、这一生能够啊化解啊烦恼习气啊，增长我们的信愿心啊。那么缘啊殊胜啊，这一桩事情啊很不容易啊。就比如说第一个遇到好老师的缘呢、那就很不容易啊。我们师父上人呢、常常告诉我们呢、这个自己我们也看到啊，许多人呢跟老师学习的时候刚开始学啊很好啊，可是呢学了十几年啊，甚至学了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就遇到了障缘来了啊，他就放弃了，都不肯学这个法门了，不肯跟老师学了这是什么呢？遇缘不同嘛那最根本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师承啊，他对老师啊没有信心智慧不开呀、感情用事啊，经不起外面的诱惑所以心是动的那么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的所以真正的善根呢、还是孝道这个事情要从小扎根我们看到对老师不恭敬的，那是因为什么呢？他这个对父母不能够有真实的孝心所以他的道业也就不能成就所以尊师是重道这个真正孝子他一定会尊敬老师跟老师学，他要学的有成就，要不然呢就对不起父母那么同学也是要志同道合大家在一起互相的砥砺互相的成就这个因缘也是很不容易遇到那么这些因缘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如果遇到了，真正要把握好机会我们要共同的提升那么
藕益大师说，信愿呢为前导，持名啊为正修。信愿是智慧，以智慧呀来做先导啊。那么正修是什么呢？正修就是念佛。正修啊不是学经教不是干那些修福的事情正修就是念佛。那么我们讲经学教是帮助我们升起真实的信心，断疑生信，升起切愿之心，往生极乐世界，一定要有真实的信愿。那我们把这个教理搞清楚，对于我们现在居住的娑婆世界，以及这个虚空法界一正庄严的事情，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对极乐世界也有真实的认知，那么能够产生真实的信愿，选择西方净土那么真正深信确愿了，就要念佛那么念佛，持名念佛，要做到心如佛、愿如佛、解如佛、行如佛，这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我们念佛要真正念出我们的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是念佛心念念愿愿都与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相应四十八大愿总结起来就是念念为救度一切众生的心怎么个救度法呢？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的心。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呢就学习到此地。如果墨学讲的有不妥当的地方，请各位大德菩萨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